我爸还在身边一样。神了啊！一个连失败都没尝试过的人，赢钱有啥意义呢？哎，那我来让你变得有意义吧。一局定胜负，全部下注，敢吗？想放弃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带上你的签字。我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，更何况这么漂亮的。
好意思，这位美女，请问茅厕怎么走？我猜是右拐，谢谢。你给我站住！原来是你们两个联手出老千，信不信我剁了你？还血喷人啊你！这东西从你的骰盅里冒出来，是你跟他串通出老千才是，信不信我剁了你们？屠四国，你个王八蛋，信不信老子也剁了你？是他呀！老子在庙街一个砍十个，人称十二少，那么多小弟喊我老大，靠的不是壁虎功，是诚信。说好赌五盘，你赌了十五盘，这是要跟我算账吗？加班费十两，呕吐治疗费十两，赌桌上你不认老子，精神伤害费十两，老子加班跟女人没看成戏，浪费的戏票就是总共十两了。对，搞砸了我的赌局，居然好意思问我拿钱。我屠四谷生平最憎恨贪得无厌的人还有优，说白了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一只剁一只。笨笨，刀！哇，至于吗你？剁这么小只腰，用不了这么大的刀吧？拿把小的来。贪得无厌的人，你不是见一个杀一个吗？这把是给你杀自己的。不加钱，你得把工钱结了。要跟老子玩无赖，我可叫我女人吃了你！我女人块头大，吓唬谁呀、啊？有多大？有没有我头这么大？好，你不要脸，那老子不要命！别啊，我屠四谷在江湖上也算是有头有脸。我给你，啊，那。我赌你会遭雷劈的，遭雷劈我就抓住你不放。苏马丁，
你嘴巴这么臭，很开心吗？我死了，你最开心。香啊！玉米从哪儿买的？市集街口豆腐档对面张大妈。哦，那明天路过，买个十根八根回来呀。你还欠张大妈三十两没还呢。他说：“你要么还钱，要么娶的咱女儿小翠。”哇，那个小翠长得比你还胖。算了吧，你跟张大妈说，你宁可还钱。你哪位啊？不吧。你是圣子啊？刚认识的。扒你个头！你吃我的，你还敢嚣张？小朋友，再见了。小妖看起来还只是个孩子呢。嗯。啊，谢谢。下一位，张天师。原来天师堂真没有钱。啊，谢谢。按说，我也该升三千了，工钱应该不少吧？那我也该升吗？你？嗯。你还是生孩子吧。买东西向左，修东西向右，随便看，请回吧。我很忙的。那打扰了。女的。我们就随便看看。姑娘留步。我是。亭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负责修兵器的吧？你是来修东西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是捉妖的时候弄坏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猜我怎么知道？我猜你不用知道，你看你这个样子。